重新开始，战斗不能停止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。这一天就来临，权力开始狂奔，权力开始变身，权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权力开始奋战，权力开始瞄准，权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把命运赶走，不惜一切代价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权力主体的那个我，停止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是种无奈，但当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寂寞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，用神我把邪神你都击败。您真的也联系不上他吗？可以尝试的，我都尝试过了。除非他自动找我，否则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也应该很清楚，他这些人有很多身份，随时可以改。他们最擅长的都是隐藏自己。可他毕竟是您的养子啊。养子这身份呢、啊，是他这么多年用的最久的，也许是时候要告别了吧。那算了，您慢慢解您的残局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石，怎么了，外公？您还有事吗？对不起。外公做错了。外公，来坐坐坐。原来呀，把对不起这三个字说出来，整个人呢都轻松。我也以为您的字典里这三个字已经被开除了。自从跟你父母和解之后，我一直啊在反省自己，可是没想到我又做错了一件大事。这几天睡也睡不好。果然是年纪大了，越老越糊涂喽。您的年纪才不大呢，我猜您能活一千岁。那你外公成了王八了。外公，其实我知道您很爱我，希望我过得幸福，只不过是方法没用对而已。哎，改天叫大乔回家吃饭吧。也希望你们早点跟你的孩子团聚。小石啊，不要太怪你的小舅，他的人呢很有智慧，很重感情，也许啊太执着一件事情，迷失了自己，暂时啊还没找到出口。大小贵啊，我试出密码了，云臻哥的手机里没什么信息，通话记录也只有跟美笑姐的。哦。不过我看了一下手机里录制的视频，除了给我们的，还有一条是给白露的，听意思应该是没有发过去。你要不要帮忙发给白露？把手机给我，我先看看。行。蝙蝠妹妹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视频，说明你自由了。
我死的也还算是有价值的。不对，秋月白答应找人救我，说不定我也能活下来。也不对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应该会取消自动发送，你就看不到这个视频了。算了，不管这些了。如果你自由了，一定要去找田静止。不用担心他会生气，他神经比我还粗。睡一晚，气就全消了。而且我相信，这也不是你的本意，一定是那个谁唆使你干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还帮田静止怀小腹心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也算是功过相抵了。我替我干儿子感谢你。好了，就说这么多吧。之前录视频的时候已经说了 game over， 再说下去就是诈尸了。一晚上全是说的晦气的话。算了，这个视频还是再见面的时候再给你看吧，就当是给自己留个活下来的愿望。魂魂夫，怎么了？这书是你的吗？不是。冯东东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你的书？是的呀，因为云蒸哥不能安葬，也不能找人来家里给他超度，我就自己研究了一下，昨晚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。那你现在是要干什么？给云蒸哥应援呀。应我都想好了，主应援色是粉色，所以买的所有的气球都是粉色的，还有我这头箍也是粉色的，云蒸哥应该会很喜欢。荧光棒我就多买了几种，这样显得热闹一些，还有这些小彩灯，全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种在酒吧的感觉。所以你给一句干，给云蒸应援是要干什么？田小姐，你不知道吗？日本漫画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形，有些人气角色死了，粉丝就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应援，结果后面剧情出现了大反转，那些角色居然神奇的复活了。对了，因为云蒸哥没有照片，我就自己给他画了个 Q 版，还做了贴纸，你俩要不要也贴一张，一起来帮云蒸哥祈福？不要。那算了，没关系，心意最重要。自从大乔哥出现之后，
这个世界就不正常了。云真哥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你明天找个精神科带他去看一下。好，他待在你的身边不太安全，你还是跟公司申请换一个助理吧。嗯，好。自首了？你为什么要同意帮忙做手术？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害死人。你知道，即使原本就是一具那样的干尸，有血的话，他也是可以苏醒的。那个人为什么要放你离开？我是趁他不注意自己跑掉的。告诉我他的一切信息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是个基因突变人。对生物科学和医学都有研究，医学，啊，手术还是他指导我做的呢。是不是这个人？对，就是他。凶手是那个给天津治看过病的江医生。你之前说他没有肢体进化，所以暂时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你千万不要去。把地址发给我，我去找他。好，那拜托你了，希望他还在。再懂得计算，也受制于七情六欲，看不懂人心。人心都是脏的，你还是不要看了。你比他的贪欲更重，没必要为自己找理由开脱。我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。如果真的有神来审判我、惩罚我，我也不会后悔我之前所做的一切。你这么执着于获得力量，到底想要得到什么？这么说，你在等我？要不然，你以为李教授为什么可以逃走？因为我需要一个把你叫回来的。我已经来了。说吧，你想做什么？不是我想做什么，是你必须去做一件事，把白鹿带回来。否则他会死。你对白鹿做了什么？我当然不会告诉你，否则我怎么还会有活命的筹码呢？好，把白鹿带回来，然后呢？这是我的邮箱，带回来以后联系我。记在脑子里是安全一些。正事说完了。说完了。要不要我帮你测试一下你的药？
早测试过了，效果不太理想，否则也不会想要你的红脊髓。李教授没有跟你说吗？原本我是想得到你的红脊髓的，没想到被老大给骗了。现在想想，我确实太大意了。老大未必能打得过你。 但收拾那个云针却很简单。果然，柿子还是要挑软的捏。我知道，你不会杀人，否则洪世匡也不会苟延残喘那么久。 是云臻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？那边还没有回复。那是组织出了什么麻烦事吗？不是，不用担心。啊，你不说我更担心。一早上接了两个电话。 说最近有5个成员没有定期向组织汇报近况，经过调查才发现，全都失踪了。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不是，他们很有可能是在躲着组织。躲？为什么？虽然说我们超级人类有的是时间，可这个社会留给我们争取权利的时间并不多，有些人等不了了。 开始对组织失去了信心，想要明哲保身。争取一个人太难了，守住一个人更难。不如，你先去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。那你怎么办？ 我可以回去。你要回去？白洛，现在没有比你再重要的事情了。我必须先送你去一个安全、可靠的地方。小福星是我们的希望。 他有天生的号召力优势，可以让 S 组织更加团结。如果通过他，可以。
以解决超级人类的繁衍问题，那我们的组织很快就会大有可为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你陪着我东奔西走，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女战士。你是超级人类，可你也是个普通的女孩子。你需要被关心，需要被爱，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让我来做你的依靠，好吗？我们把小福星当成自己的孩子，一起抚养他长大成人，让他快乐，给他温暖。老恩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？即使被朋友背叛，被抛弃在雪山上，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，可你仍然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，而是心怀大志，选择了一条最艰难也是最正确的道路。我追随你，我爱你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报，我只是想帮你一起实现理想。但是浪岸，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路走偏了吗？你做什么了？兰，我们回头吧。我已经给薛灵乔发了邮件。白鹿和孩子回去，我不会让你带走的。江一恒在白鹿身上动了手脚，他不回去很可能会死。江一恒的话你也相信？他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已。难道你偷走我和田静植的孩子，就光明到哪里去了吗？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，是带着使命来的。你错了。他跟所有普通的孩子一样，拥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。而在他弱小的时候，作为他的父母，就算拼尽全力也要帮他守护住这份权利。你想硬抢？不是抢，是拿回。好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应该跟徐耀怪一起去的。大小哥的决定没错，他一个人去会更快一些。我老公应该能赢吧？能赢的，一定能赢。你有这样的能力，不为超级人类做点贡献真是可惜了。我会的，但你不代表超级人类。年轻人，要有点敬畏之心。
人家打起点精神来。如果薛灵乔不愿意束手就擒的话，你也许需要这个。冯助理，你搞一下卫生，准备迎接白鹿和小福星。我一个人搞啊？那不然呢？我还要为薛妖怪准备鲜花和香槟，以及还没想好送什么的庆功礼物。这还不简单，以身相许呗。你脑子里除了以身相许，还有其他的吗？还有钱。白鹿和小福星回来之后，咱们分工照旧，这次再也不能出任何乱子。明白。白鹿呢？对不起，田景之。对不起，我没能把白鹿和许长安带回来。田小姐，你别太责怪大乔哥了，他自己也很难过。昨天回到家，一句话都没跟我说。我哪有责怪他？想安慰他都来不及。考了500多年的第一名，突然考个第二名，换谁都会有挫败感，很沮丧的。我理解他的心情。但我总不能自己印一张第一名的奖状颁给他吧？关键是，我们前两天才说过他武功天下第一，打败天下无敌手，昨晚还收拾了房子，准备了香槟庆祝，结果，大乔哥除了沮丧，估计还有点尴尬吧。我让你搬出来那几个箱子，你还没搬吧？宝贝，宝贝，我是你的大树，一生陪你看日出。老爸，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有你在，九天不怕地不怕。宝贝，宝贝，我是你的大树，一直。大乔哥，你回来了。大乔哥带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低迷。喂，老公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跆拳道馆，准备上课了。哦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正常，太正常了。
逞强的让人后背发凉。冯东东，收工后咱们先去超市。哦。中毒吗？老公，正好你来了，我给你特制的杯十八味果蔬汁。你不是很喜欢把食物混合在一起做料理吗？我刚刚闻了一下，味道非常的迷人。我不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你连夜跑了800公里，和超级人类打了一架，又连夜跑了800公里赶回来，今天还正常去上班了，怎么可能不饿呢？哼。老公，老公。田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劝人呢？我说错了吗？大错特错！大乔哥没能把白鹿和小福星带回来，已经很沮丧了。你还数落他做了那么多的无用功，他岂不是更郁闷？伤你了。老公，咱们去天台喝酒吧。你最近不是很迷喝酒的吗？虽然你也喝不醉，但喝酒的那种感觉很妙，对不对？一灌下去，百忧全消。我不想自欺欺人。这怎么能是自欺欺人呢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将薛长安带回来那是早晚的事。更何况你一个人要打一个组织的人呢，输了不丢人的。嗯。只有秋月白一个人。都50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跟没长大似的？受一点挫折就那么一蹶不振。小哥，田小姐喝了那杯果蔬汁，食物中毒了。Thank you.
别说你现在还认真，用眼泪蒸发我的诚恳。不舍得醒过来，是因为梦太安稳。还有炸好的，我再去给你拿。早就说过了，以身相许最有效。未婚夫，现在可以正常对话了吗？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？啊？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坐好。三大罪状，严肃点。第一，无论家里发生多大事情，夫妻同心，不能影响夫妻关系。这句话好像是我对你说的。没错，我就是要用你自己的话打你的脸。你继续。第二，无论家里发生多大的事情，都要好好吃饭，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我的身体不会出问题。第三呢？第三，无论家里发生多大事情，都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还有老婆，这个坚实的后盾。你虽然是超级人类，但肯定有些事情是你解决不了，但是我能解决的。你的思想不能一直滞留在古代，府里养殖三妻四妾，全靠老爷在外面升官发财。你知道现在社会为什么要实行一夫一妻制吗？为什么？男生半边天，女生半边天，人一多，天就乱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而且，薛长安现在在白鹿肚子里。秋月白虽然独裁，但还是知情种，会照顾好他们两个的。你一次没答应，不用太沮丧，勤学苦练，下次再来就是了。本来是有机会答应的，也不知道秋月白往自己手臂里注射了些什么东西，所以才输的。啊！秋月白作弊！哇！真是太不要脸了，所以你更加不用沮丧了呀。凭实力，你还是 number one。不是沮丧。不是沮丧，那是什么？说呀，刚扒完你的罪状，这么快就忘了？是担忧。其实上次我见到江一恒了。啊，那你怎么没抓住他？他说自己在白鹿身上做了手脚，如果不把白鹿带回来，白鹿会死。我不跟你说，是怕你知道后会担心的不吃不喝。我不担心。你刚才的意思是说，你昨天不是因为没打赢秋月白很挫败很沮丧？
大哥，你脸上的情绪表达很有问题啊！我还一直想着怎么帮你找回自信，想了那么多办法，昨天晚上还……反正之前就有过，以后也会经常有。梦太暗。